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斗罗大陆被誉为国漫巅峰，因为它有一个超高的小说还原度，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观看。看过之前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李峰志准许宁荣荣去外边历练，宁荣荣来到史莱克之后不久，武魂就从气爆琉璃塔变成了折爆琉璃塔。李峰志觉得这个学校很厉害，所以在魂师大赛期间，李峰志前来史莱克学院和弗兰德众人商量，想要把折爆琉璃宗的一些弟子送到史莱克学院学习。折爆琉璃宗最不缺的就是钱了，如果和他们有了合作关系，弗兰德就再也不用为了钱发愁了，而且还可以壮大史莱克的师资力量，以后史莱克只会越来越强大。其实史莱克这一批的小怪物个个背景都不简单，都是多金的主，但是弗兰德却从来没有和学生们伸手要过钱。不得不说，弗兰德院长还是比较有原则有底线的，他知道自己身为院长就应该明白院长的职责所在，教好学生与学校的日常运作两边都不能耽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